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合注》第961页第6行，愚痴蒙昧。请看经文，意念身口，这一句就身口意啊，三毒烦恼成无业障，不信诸佛经法，不信生死善恶，愚害真人，斗乱僧众，愚痴蒙昧，自为智慧，不知生所从来，死所去向，不仁不顺，希望长生。这一段经文紧接着上面的一句，不为父母之恩，不存私有之意。我们读到这个经文，感到万分的痛心。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有人曾经问过我，我的解答一句话，交错了建国军民教学为先，我们教错了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变得太离谱了，回头是岸。这一句话佛说的，啊，决定没有错误，但是问题是怎么回头，从哪里回头？我们有没有找到？
我劝勉同学，从孝亲尊师回头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是圣贤教育，佛陀教育的大根大本。要从这做起，怎么教法？从自己下手，大学里头讲得好，古时候自从天子、国家领导人，一直到平民百姓，叫业事，皆以修身为本。回头要从我们自己开始。自己没有回头，你不能帮助别人回头。为什么？别人不相信。一定从自己回过头来了，做得有模有样，别人才会相信，才会认真去思考。我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，没有智慧的人，可是我学圣贤教诲，学佛菩萨的教诲，我认真回头了。从无戒回头，从十善回头，过去杀生肉食，回头不杀生素食，以前与人相处犯种种口恶妄语两舌绮语恶口，现在回过头来，对任何人善人恶人，大人小孩，都能做到不妄语，不念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看破了一切法的真相，如《心经》上所讲的：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”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整个宇宙，无
无量大的时空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假的就该放下，贪嗔痴试问问你有没有贪得？没有贪到啊。不是说你有贪他就有啊，你就能得到啊，他是假的。假到什么程度？假到包括我们身体都不存在啊，假到这样的程度。那身体啊，明明存在啊，你没有看到事实真相。真相是什么？刹那生灭，啊，这要很细心的人，心地清净的人，很容易看到。啊，迷惑颠倒再糊涂的人，我问你，今天过去了，会不会再来？不会再来。一年360天。100年36000天，36000天不多，有几个人能活个36000天？少啊！多少人少壮的时候，20-30岁、30-40岁走的人很多。我们有没有警觉到人命无常啊？今天过去了，你还能保证有明天吗？明天不再来了。啊，一口气不来，这一生就结束了。你说多么可怕？事实真相，只有佛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啊，古圣先贤也讲，没有佛讲的这么明白。我们到底要怎么办？佛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了生死的方法。有超越六道轮回的方法，你想不想学？我们今天学无量寿经，信愿持名，就是为这。可是我们真想做，
但是功夫不得了，非常想做，无可奈何，怎么办？为什么功夫不得了？这个虚幻不实的人生没看破，以为它是真的，这就是我们功夫不得力的真正原因。那如果有人告诉我们，我明天寿命就到了，今天怎么办？彻底放下，信曰痴迷。啊，一天呢还有24小时，这24小时要把它抓住，放不下的也得要放下，紧紧抓住这一句佛号，真心切愿，阿弥陀佛就来接你往生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做过实验，啊，我用什么做实验呢？用犯罪的犯人死囚啊？为什么？他知道他什么时候死了，他死期的前一天，我们去劝他念佛，拼命念啊，念到他执行死刑的时候，你往生了。往生我没看到，但是火化的时候有舍利，这不是假的啊。林慕言去做这个事情，去送他往生，送他到刑场，看他是最后是绞刑的啊，给他收尸，给他念佛超度他啊，火化的时候舍利。一天的事情，回来告诉我，真的不是假的，几个死囚有这么好的机缘啊，在临命终的时候，前一两天有人劝他念佛，这个时候他真放下了啊，真的求佛了，除求佛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。啊，正面怎么样强迫自己，好像自己寿命只有一天了，过了明天就没有了，这24小时怎么办？什么都别想，这世界上一样都带不走，包括身体啊，包括你所喜爱的
还包括你所怨恨的，通通得不住，全部放下吧，好好念佛，真能成就。啊，我们想到这个方法做成功了，亲眼看到舍利，看到他临死的时候非常从容，没有恐怖，不害怕。啊，他知道那是他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我们相信，那侥幸的时候，他见到阿弥陀佛。啊，他来不及跟别人说了。肯定佛来接引，那么要求父母就两桩事情，这个对父母要报恩，要孝顺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对老师要尊敬，生命得之于父母，慧命得之于老师，人生在世恩德最大无过父母老师，所以敬业三福把它摆在第一句第二句，第一句是孝养父母，第二句奉师师长，啊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啊，这一念当中十善具足啊。神永远不造杀盗淫，口永远不造妄语、两舌、绮语、恶口，意永远离开贪嗔痴，舍善业，信愿持名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为什么不做？一定要做，不能不做。啊，今天我们学的这段经文，愚痴蒙昧。这个问题严重了，怎么知道他愚痴蒙昧？啊，你看经文上所说的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意念深口，曾无一善，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居大多数，意是心，存心贪嗔痴不善了，身造杀盗淫，口妄语两舌，
其余我口真的没有一项。这就是这一天没空过。什么是没空过呢？不造三身口意，不造三善业，就造善恶业。没空过啊！三善感三善道啊，来生到哪里去？人道、天道、阿修罗道，这是你的去处。啊，不善呢？三种都不善，那是三恶道：地狱、魔鬼、畜生。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，做个两三分钟，回忆一下今天一天干什么。善恶果报丝毫不爽，念老的注解引用康孙凯的本子，就是位移的啊，位移经文是心常念恶，口常念恶，身常行恶，曾无一善。这是经文。啊，说明身口意善，常作恶业，且未曾作得一善也。我们这一天过去了24小时啊，干的是什么？下佛名痴嗔之物，可证亦即思之术，是有所据。不是假的。康僧凯他生长在三国的时代，魏蜀三国时代啊，跟诸葛亮同时代啊，跟关公同时代，那个时候人人读古书啊，接受儒佛的教诲，社会虽然动乱，日子比我们现在好过，我们今天跟那个时代比，恶化太大了，人的生活都痛苦。今天确确实实
贵而不安，富而不乐，三国时代虽然动乱，动乱的地区幅员小，不是很广大啊，多数人还是安居乐业啊，福报不相同啊。修养福德真是安居乐业，造作恶业才有那些恶的果报啊，这个战争受这些伤害啊，所以叫刀兵之计。下面说不信诸佛经法，不信生死善恶，这是愚痴，真的是愚痴。好人的话不听，听骗不听劝，这愚痴。佛的教诲真诚的基础，佛经上没有一个字骗人的，而且字字都含无量意，一点不假。只要你肯读经，你读上一千遍，你就体会到了。所谓的是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不需要人教，啊，经用不着人讲给我听。三千遍念完了，自然懂得。为什么？三千遍是修定的，读经修定啊，一遍一遍的读，不要去想里头的意思。为什么？经典没有意思，你所想的意思都是你自己的妄想，不是如来真实意。如来真实意，遍数念多了，心地清净的，没有妄念了，经的意思自然现前，那是真的，那是真实意，佛佛道同，你成佛了，我成佛了，我们成佛了，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智慧，就是一切诸佛所说的经论。啊，我们自信流出的，佛菩萨自信流出来是一样，没有两样，哪有不懂的道理？这话真的吗？真的。有同学认真去做，
做了之后，来告诉我，古人所说的“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”是真的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也是真的。他们真的花了几年的时间，念三千遍，果然不错。三千遍念完了之后，再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完全看得懂，不需要人讲解，他自己能讲。所以他告诉我，我们现在真正相信，真有无师自通。真有这回事情。他怎么说这句话呢？他已经尝到味道了，他已经无师自通了。谁来告诉我？给古圣先贤作证了，是事实，不是妄想。那么底下这一句，不幸生死善恶，死了以后生到哪里去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一生身口意不离十善业。这个善分上中下三等，佛教三品。上善升天，天欲界有六层，这个六层天是修十善往生的。中等的十善是人道，下品的十善生阿修罗道，阿修罗有福，傲慢心重，狂妄自大，多行不义，所以阿修罗在死了以后，多半是生地狱。轻的是鬼道，重的都到地狱去了。佛告诉我们，三恶道去不得了，很苦啊。出生道愚痴，生出生道，出生寿命不长，有一些小动物寿命只有几个小时，真叫朝生暮死。他死了以后是不是
就能到别道投胎呢？不是的。出生道论次数，你多得出生道。啊，变成一头牛，牛的寿命还不错，还蛮长。要做多少次牛？论次数的。啊，如果是100次、200次，就很可怜了。啊，小动物。朝生暮死，那是几千次，甚至几万次。啊，佛曾经告诉我们，这是《小乘经》里头有的。有一次，在几乎多远。讲经啊，带着学生们外面散步进行。佛看到一窝蚂蚁，笑了笑。旁边这些比丘就向佛请教：啊，佛为什么笑这个蚂蚁？佛说：“这一窝蚂蚁，你们都有神通，你能看出来它什么时候到达蚂蚁身？阿罗汉看不到，菩萨晓得。佛说了，这一窝蚂蚁，其中佛过世了。”他还在做蚂蚁，死了以后又变蚂蚁，死了以后又变蚂蚁，还在这个窝，没离开这个窝。你想想，他做蚂蚁做多久？他就认定蚂蚁是他自己，他就不能换一个身体。愚痴，出生愚痴，我们要不听佛说的，不知道事实真相。啊，真正知道清楚。我们才能改过自新，不再搞杀盗淫啊！搞杀盗淫，无论是轻重，跟三恶道的缘得越来越近，可怕。不信佛法，不无因果，佛经里面称这种人叫禅体，禅体没有智慧的人。信邪不信正，听骗不听劝，这样的人在现前的社会不少。到处都能去的见到啊。
我们的认真回过头来回光返照，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别人摆在第二位，我自己摆在第一位，为什么？生死四大我搞清楚了，我这一生只有一个希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有把握吗？有把握，我真心没有怀疑，我真愿求生净土。从什么地方看到你真心切愿？从放下，真放下，这个世界与我无关，我生活在世界不求长寿，长寿苦啊，我们自己亲自经历过来，清清楚楚，我们从出生到这个地球上来，活到今天，这九十个年头，怎么样？一年比一年苦，一年不如一年。我们看到这个事实真相，没有看到一年比一年好，他往后退，一年不如一年，什么原因？原因太多了，总的来说，教育。啊，伦常的概念一年不如一年，道德的概念一年不如一年，啊，圣人的教诲一年不如一年，啊，我这样的年龄遇到了战争，军阀割据的战争我没遇到，我遇到八年抗战，啊，胜利之后有一个很短暂的好日子，大概就两年，啊，往后至今是衰退不是兴旺，啊，也就是说一年比一年难过，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经上讲的这个全出来了，遇害真人。为一本作于杀真人，
个都没说错。好人难做啊，真有那些人，罗刹、修罗，他不喜欢人行善，他喜欢人作恶。汉译作愚沙罗汉，玄应音译曰：真人就是讲的阿罗汉，《法华疏记》里的说：“真是所证，证真之人，故曰真人。”阿罗汉真正知道六道轮回是假的。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从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。见烦恼，这个见思烦恼，我们用现在的话说，你对于人生一切人事物全看错了，见是看看错了，思是想想错了。你的思想是什么？是贪嗔痴慢疑。见思烦恼我们都有啊。阿罗汉是佛的弟子，依照佛的教诲真正修行。修什么？断见思烦恼，首先断见烦恼，把我们错误的看法扭转过来。见烦恼里面讲五桩事情，第一个讲身见，看看我们有没有能力把它转过来。身凡夫之处，我啊，错误了。佛说身不是我，为什么？我不生不灭，那个是我，身体有生有灭。这一般人不知道啊，一般人都认为身是我啊，我死了，我又投生了，父母跟儿女是种缘分。没有缘分不会到一家来，在这四种什么缘呢？佛给我们说的第一类的是报恩，到你家投胎这个孩子，无论是男子是女孩子，他是来报恩，
是个非常孝顺的子孙，好啊。你喜欢不施恩德，所以有这个好报啊。啊，第二种呢是报怨的，你跟他有仇，你过去把他杀了，把他吃了，这一世他来了啊，他要来杀你，他也要来吃你，麻烦大了。啊，这就是佛救我们，教我们修十善业。真修十善，把缘改掉了。啊，他来投胎，因是报恩报怨、讨债还债，没关系，要有缘。因加上缘，果报在现前。如果你现在觉悟了，过去是你作恶，现在你修善，他就没有机会来报了。祸福是我们自己改啊，靠别人不行啊，那是假的。让佛把它说清楚、说明白，叫我们来改。一生不要跟人做对头啊，也就是我们讲，不与一切人对立，与一切人和睦相处。啊，他对不起没有关系，我不能对不起他。啊，他害我也没关系，我决定不害他。他伤害一次两次，他就不再伤害。啊，你还要报复他的话，那这个仇愈积愈深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这个麻烦就大了。所以佛教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要学着。看不惯的人慢慢练习看得惯，看他讨厌的人练习慢慢看到生欢喜心。那什么时候欢喜心升起来，不讨厌他了，这个缘就改转过来了啊，不再做对了啊，一直坚持下去麻烦可大了啊，这个冤冤相报啊，没有了事，生生世世好麻烦啊，不再跟人结缘。所以这记住，生不生苦，生有生有灭啊，生不生苦，一般人讲灵魂生苦。你看身体肉身死了，灵魂离开了，哎，他又去找一个身体去了，找个地方就投胎了。哎，那个东西生活啊，成佛是那个东西成佛，不是肉身的，肉身不能成佛，总得要搞清楚。中国人叫他灵魂，佛法里面叫他神识。啊，他的名字叫第八识，阿赖耶识。啊，这个东西不生不灭，无量寿。啊，修行人要修无量寿，要证苦。像证阿罗汉苦、菩萨苦，好啊！最究竟圆满的是佛苦，怎么这转法？
把阿赖耶转变成智慧，大圆心智。就成佛了啊！那个怎么样？那个时候就魂真人了。现在人说灵魂呢，说错了，迷魂，迷惑颠倒啊！他才会到三恶道去投胎啊！如果他真的是灵，他怎么可能到三恶道去？那怎么可能堕地狱呢？就是不灵的，糊涂了。啊，所以转八识成四智就成佛了。啊，阿赖耶是八个识里面的根，前面七个识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，它是根。啊，修行没有别的，就是你认识它。你把它转变过来，它从哪里来？它是真如本性里面所生的，真如本性是真的。如何叫八识统统回归自性，就成功了。啊，佛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众生快快成佛。这个最妥善的方法，最快的方法，最安全最保险的方法，就是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我们这一生不容易啊，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，特别是遇到这一部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太难了啊！遇到了真的，相信不怀疑，真发愿求生净土，你的福报之大，诸佛如来都赞叹不尽。正是因为你这一生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，这么一桩事情啊，功夫不得练，全是放不下。关键在此地，彻底放下了就没事了。我过去也常讲，什么生活的？穿在身上衣服生活的，没有穿在身上的不是的，别去挂念它。你身上带了几个钱是你的，银行存放的不是你的，你能常常这样想，有一天豁然开悟，彻底放下，不是自己的。晚上睡觉的一张床是你的，离开你那个房子，那个房子不是你自己。你操那个心干什么？彻底放下，完全没有操心的地方，你的自在啊。
你身心舒畅啊！啊，心里有想，没事啊，就你装事情，念阿弥陀佛，心里头只存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不要，得大自在。啊，明天还没来，你怎么知道有明天？啊，说不定今天晚上走了呢，很有可能的。这个世界要记住，人命无常，啊，除了生病死亡之外，有许许多多的灾难呢，说不定就碰上了。啊，不要当一回事情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就对了。啊，经上告诉我们，于害真人，于杀真人，真人正的真实，头一个是阿罗汉。阿罗汉确确实实把五种见惑断了，身见断了，边见断了。边见是什么？我们讲一个很简单容易懂的，就是跟人家对立，啊，阿罗汉不对立了，边界没有两边这种意识，啊，真妄是两边，真假，善恶是两边，自己跟别人是两边。这些错误的见解统统没有了，为什么？全是错误的看法，全看错了。那真相是什么？六祖慧能大师开悟，最后一句话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最后一句话什么说的？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自信是自己，是真心，万法是自信生，自信变现，万法跟自己是一体，一体怎么可以分自他呢？啊，你分我，分你，分他，错了。你我他是一体。啊，像人身上是眼睛、耳朵、鼻子一体。所以，你要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的大慈悲心就出现了。什么大慈悲？你会爱万法了，万法跟你是一体，我爱自己的身体啊，我知道所有一切万法跟我是一体，这是那就是通通是平等的大爱了，这叫大慈大悲，这叫神圣的爱啊，神爱世人，圣爱世人，佛菩萨爱世人，这是真爱，没有任何条件。你要问什么条件？一体。还有什么条件？
这是真正开悟、明心见性的人才知道，慈悲心就生出来了。没有到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生不出来。啊，我们只是晓得佛说的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自信有体、有相、有用。啊，体是什么呢？体是空，什么都没有。它不是物质现象。它不是精神现象，就是它没思想，它没有生灭，它没有思想，啊，这是体，它到底是什么样子？净宗把它叫做常寂光。那就是自信啊，常是他没有生灭，即他没有染污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他没烦恼。光，它就像光一样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这是我们自己呀、啊。本性呢、啊？你要认识了没事啊，认识了还有仇人？没有仇人呐、啊！啊，什么叫仇人？牙齿不小心把舌头咬破了，流血了，怎么办？舌头要不要去报复？有没有怨恨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一体啊，纵然别人把我杀了，我也没有怨恨。一体，他有没有把我杀了？没有。他杀是身，身不是我啊，我附在这个体身体上，显得也有身。我离开这个身体，别的地方去了啊，有个身不自在，没有身反而得大自在了。佛讲的究竟啊，四体是常寂光，这体它有相，它有作用啊。相是什么呢？慧能大师说的好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那就是他的相。他的相是如如不动，从来没动过。啊，我们今天讲起心动念，起心是动的，动念也是动的。自信没起心动念。啊，这台样子起作用呢，能生万法。能生万法就像我们能做梦一样，第六意识能做梦，这一切万法所生的一切万法，不能说它有，不生万法的时候不能说到空，所以它非空非有，它是空也是有，看在什么时候，妙极了。这是自信的、啊、自信无穷大了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
你找不到它的边际，它没有边际。你也找不到它的一个核心点。你都找不到啊！佛法没有别的，教学最后的目标是叫我们回归于自性，那就成佛了。所以，自性也叫法身啊，成佛了，佛有法身，有报身，有应化身。啊，释迦牟尼佛，在我们这个世界出生，寿命80岁，讲经教学49年，应化身，应生，众生跟他有缘。感应出现，没有缘就不会现，有缘的现身啊，来教学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话是真的，没有丝毫恭维。是真相，你本来是佛，只是你现在糊涂了。怎么糊涂了？起心动念，这桩事情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，他们研究微观世界，20世纪，这些科学家们走向两个极端，一个是研究小，小到什么程度？拿物质来分，啊，把它一分二，二分四，四分八，一直分下去，啊，分到最后。没了，这就把物质现象找出来了。物质是什么？假的。最后没有了，物质没有了，跟《心经》上讲的一样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；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一是两样，色跟空是一，不是二。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了，证明所有的物质都是从念头生的，先有念头，后有物质。啊，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，你起心动念现象就像做梦一样啊，到不起心不动念，梦就没有了，不见了。所以不见不能说它无，为什么？你动念它又有啊，但是呢，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。所以告诉你没有真的，如果有两个相同的，就会说真，没有相同的。科学啊，我们相信20-30年之后，量子力学家肯定把精神也找出来了。精神念头起心动念啊，这是阿赖耶的三细想，佛在经上受苦，用第六意识，就是用我们现在64思考，
啊，眼识是能见，耳识是能听，鼻识能嗅香，舌识能尝味，啊，意识才有思想，思想是第六意识，啊，它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，物质是从它出来的，它是物质的根源。啊，现在科学家在研究念头的秘密，念头到底是什么？它从哪里来？啊，大乘经教里全有啊。比他们讲得清楚，比他们讲得深刻。啊，所以科学到最后，科学家宣布承认佛教是最高的科学，不是迷信。啊，我跟方仲梅先生学哲学，他老人家告诉我，佛教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。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这样入佛门来的。啊，没错，我学到今年66年。这66年，我告诉诸位，我过的日子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快乐、幸福无比啊！时时都生欢喜心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。没恐惧啊，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，所以我要爱护他们，我要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，这自自然然生起来的啊，一体没有理由啊，那为什么爱他？没有理由，一体啊，真的把真相明白了，想法看法不同了，还会有战争吗？没有了。还会有斗争吗？没了。还会有竞争吗？也没了。啊，看到别人离谱到了，我欢喜啊，看到别人在受苦，等于我自己受苦呀。我要用什么方法帮助他离苦得乐？全是自动，而且全是没有原因的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眼睛他就要看。耳朵就要听，你问他，你为什么要看？你为什么要听？那你问错了人。你要真正明白了，这些问题全没有，这都叫做妄念、妄想。啊，妄想要放下，真相大白。啊，诸法真相全显现了。那我们看到现在这都是愚痴，不明真相啊！啊，他才想害真人呢。真相明了了，害坏人这个念头都不生。啊，只是迷雾不已。所以佛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
他就归真了，他就变成真人了。只知道生活在虚妄里，不知道真实那一面，这人可怜。啊，佛经上叫可怜悯者。我们再看注解里头，杀阿罗汉，皆为无逆重罪。阿罗汉是什么人？阿罗汉是老师。他的言，他的心，都是我们一般迷惑颠倒的众生开悟的好榜样。怎么可以杀害他？要孝顺父母。要尊敬阿罗汉，阿罗汉是老师啊，代表用现在的话语来说，宗教里面的传教士，在佛教用阿罗汉来代表啊，这些传教士都是好人，帮助我们开悟，帮助我们修行正果。所以杀阿罗汉就是无逆重罪啊，罪报里头最严重的五种。五种这里头第一个杀母亲，父母有恩，母亲第一，母亲从小关怀你，抱着你，跟你相处的时间长，跟你在一块日子多啊，母亲怎么能不孝顺？你能够长大成人全靠母亲，所以害母亲第一大重罪，第二大重罪杀父亲，父亲是列在第二，第三大重罪啊，就是杀阿罗汉啊。你看，母亲、父亲、老师啊，阿罗汉是你的老师啊，你的化身慧命是他给你培养的，你怎么可以杀他？啊，第四个重罪，是破红祸身，这底下有。斗乱僧众，下面斗是斗僧，就是扰乱僧团，破坏修行道场，这是第四种。最后一种触佛身血，其恶意呀与如来所啊，佛的福报太大了，没有人能害佛的命，他的护法神众多啊，但是让佛受一点伤，像提婆达多想害佛，在山顶上放了块大石头推下来扎到佛的脚，出一点血，他是想杀佛的啊，佛只受了一点轻伤，这是第五种啊，杀父杀母
上阿罗汉啊，破和合身，触佛身穴，这叫无逆岁啊。我们一直念下去，斗乱身众，斗就是斗争，乱错也啊，造孽也啊，造孽就是无逆当中破和合身，对于活活如法修行佛道的僧众，用你手段把它破坏，把它赶走啊，夺取他的道场，让佛教徒跟佛教徒斗争，让出家人跟出家人斗争，令非法师让他不能修行，不能学习，这叫破和合身。阿学士王问无逆经，云有无逆罪，若初心子初心女为此无不救罪者，必入地狱不已。足心子男子女人啊，一定要知道佛说无种不救，佛也没办法救你，这个罪就重啊，佛不能救你。哪五种呢？杀父杀母害阿罗汉，斗乱身众，就是破和合身。其恶意向如来所啊，对待佛的像佛的形象其恶意啊，此无乃无间也，地狱里头有无间地狱，最可怕的了啊，此无间狱，所感的无间地狱的苦苦。以上说明痴嗔咒会造成无间地狱，堕无间地狱想出来很难了。你要造什么样的好事，你才能立无间狱啊？那我们现在知道的，唐太宗堕无间地狱啊，这大概总有十年前了。我看到深圳有个同修遇到唐太宗附体，说了很多话，他落了大概有一个半小时，做了一个光碟，我看过。为什么是好皇帝啊？救了不少人了。为什么多这杀盗这两种罪业？那个正确是用武力得来的，不是随样地给你的。杀多少人？啊，不管是善人恶人，都杀了。所以都无间地狱。怎么出来的？出地狱的，没人知道，
我知道，因为他来找我。啊，那一年我在澳洲，我们得到《全书之要》这部书，唐太宗下令编的。那内容是什么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。书太多了，他没有时间看。但是，这书里头有关于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啊，这些文字他需要，所以成立一个小组，在书库里头，经、史、子这三部里面去找，找他需要的，这个了不起。他就凭这部书治国平天下，造成大唐盛世。那么这部书唐朝亡国之后就找不到了，失传了啊，到哪里去了？到日本去了。日本这些留学生很有眼光，很有头脑，把这一部宝书啊带回去。唐朝时候还没有印刷术，都是手写的本，所以在中国失传了。但是也很难得，在日本造成了千年盛世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宝典呢，这个书出现了，我找了三年找不到，没消息。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出来，听众当中如果有发现有这个书，你替我找一本，找一套啊。果然两个月之后，有个同修，国内的，寄了两套给我，啊，是图书馆收藏的。啊，我看到之后，100多年前印的，上文印书馆印的，上文用过两次，我看了，字没有损坏，纸很脆弱了，啊，多翻几次纸会毁的，腐化了，啊，所以赶快翻印，交给印刷书店，给我印10000套，10000套干什么呢？不会失传，我赠送全世界大学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去收藏。啊，再大的动乱，总不会完全失掉，总会留几套给我们。我们目的在此地。啊，唐太宗，我在澳洲。他来附体，来感恩。我们在欣赏这个样本书，寄到澳洲来，就是我们同修当中有一个女孩子，啊，突然跪在地下，自称我是李世民。我来感恩的，我就给他说：“唐太宗，请坐。”他不敢坐，一直跪在地下。我给他说：“我们对你没有做什么恩德，也没有做佛事超度你，甚至于连一个牌位也没供。你感恩这个话怎么说法？”他说的全书之要啊，我明白了。
他能够离开无间地狱，就靠我们印一万套群书之要，他这个功德离开无间地狱。告诉我这个书能救中国，这个我懂，我找了三年就是为了救中国。能救全世界，这个我没想到，我没想到能救全世界。他这一提醒，那我的工作要加重啊，不但要印中文版，我还要印外国文字本，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读到这部书啊。现在我们把它翻成外国文，现在有八种文字，在欧洲的有英文本、法文本、德文本、西班牙文、俄罗斯文啊，有这么多种。在东方有日本文、有韩国文、有马来文啊，印尼的学有马来文啊，所以总共有八种文字啊，再加上中文本。现在我们有忧虑，忧虑什么？这是文言文写的，这是古汉语写的。如果没有人读文言文，没有人认识古汉语，五千年文化会断了，会断层。所以我们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下去，因为它是真东西，它确实能帮助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它真能做到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你找不到这些资料，这是唐太宗刻意做的啊。所以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培养一批年轻的老师啊，真正立大志、发大心，一生不搞名闻利养，一生干什么？当小学教员、中学教员，教什么？教文言文，教古汉语啊。那有三五十个这样的老师，这个法门就不会断掉，会永远传下去。我想这些事情，但是我自己没有福报啊，我只能想，我做不到。要义务的，2015年的六月，我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在巴黎住了三天。会议完了之后，我就到英国去看看。啊，到了英国，没想到受到很好的待遇，他们国家上议院正式发邀请函要我啊，由上院接待啊，这很难得，我也是第一次到英国这么高的礼遇。在英国住了9天，有一天威尔斯大学校长、他的副校长作陪，副校长管课程来看我。我住在一个居士家里，马居士的家里啊，他找到了。我们谈了3.5个小时，谈得非常愉快，
啊，他对于中国文化也不陌生，很尊重。啊，认为远东文化，中国是根。啊，韩国、越南、日本这三个卫星。啊，英国汉学家说的，这四个国如果结成一体，就领导全世界。啊，而且给全世界带来安定和谐。啊，所以我们就谈到要培养学生这种事情。哦，他非常欢喜。啊，我们谈得很高兴。同一年前面，2015年。啊，八月，他带了他们学校的董事会的主席，带了两位副校长，四个人到香港来看我，在我这里住了5天。啊，我们就谈得很具体，伙伴汉学院，去年2016年。2016年的1月，他又来了一次，住了2天。啊，所以是4月，去年4月，我到英国跟王子见面，我们把这个案、这个想法就确定。9月就签了合同，啊，合办汉学院，这个学校名称叫英国汉学院，附属在威尔斯大学下面，是上面是大学，啊，是属于大学里面的一个汉学院，啊，英国人做事情。很慢，我们原来定今年2月上课，大概要推迟1个月。啊，这个是师资培训，啊，应该在6、7月的时候招生，希望能够在年底正式上课。这是说什么？这个功德。可以救堕阿鼻地狱的人。唐太宗给我们表演，你犯了忤逆食物罪，做这桩事情什么业都消掉了。为什么？你把中国5000年文化的命脉本来要断了，如果没有人继承，我估计顶多100年中国就灭，亡国灭种。为什么文化没有？文化要灭掉的时候，这国家不能复兴。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。啊，太可怕了！我们全心全力做这种事情，怎么苦怎么难，也要把它搞成功。啊，所以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联系啊，国内台湾啊。其他地区、国家地区，我们打听有多少懂得汉学、懂得文言文、能够读古书的，真的很少很少。啊，所以10年以后，这些70、80人都过世了，你想学，没人教了，那就太可怕了，整个人类会走向黑暗了。这怎么得了？啊，所以我就没有想到遇到九四校长，这真没想到。啊，而且一谈就志同道合，啊，都有这个愿望，还真干。啊，他有现成的大学，啊，这个学校在英国排名第3。
啊，从历史的排名，啊，英国最初的大学牛津，第二个是剑桥，第三个就是他们，啊，威尔萨就排第三。啊，现在他俩发大心来做这个事情，这是我们想到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全心全力来干这种事情。啊，那么亲中为中国做一桩伟大的事业，就是把中国文化的根在英国扎下，啊，扎根教育，啊，这个汉学院没有别的，非常单纯，就校长问我，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？单纯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培养一批年轻人，有能力读文言文，有能力讲四库全书，我说我就心满意足了，我没有第二个念头。那现在学校大概是负教学的责任，啊，汉学院的这个教务，主管教务，由我来推荐。啊，教授也是我们来推荐。啊，为什么要教古文？啊，将来教学80%用中文，20%用英语。啊，希望把这些这个我们的课本就是全儒之要。啊，因为唐代宗就编出来了，我们不要再编了。啊，再编也编不出它这么好。啊，它通过实验，大唐帝国做了实验，在日本做了千年盛世做了实验。啊，所以我们不怀疑，就这部书。啊，主要课程就这部书。基本的课程，必修课的，儒、四书、五经，啊，必修的课程，道、老子、庄子就选两种，佛只选了三样，分量很少，《金刚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、《般若心经》，啊，所以我们的课程就这么多，啊，要非常认真。要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啊，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啊，非常难得，居然有一些好榜样出现，他们有人把这些书念上6000遍，念上10000遍，念上20000遍，啊，再看注解，原来没有读这么多遍书，看注解看不懂。现在展开注解毫无障碍，这真有效，相信中国古人讲无师自通，那这是我们汉学院教学的方法跟一般完全不一样，我们是要靠无师自通，那这些老师是给他们去做印证的，啊，证明你所悟的是正确的，没有走向邪道，没有走向外路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学习到此地。